啊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今天是苗族新年的第一天，我们现在去苗族新年会场玩一玩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会场了，这里停了很多车。这边就是玩陀螺的，我在云山县拍过的。哇，这个陀螺玩得非常溜。他们前面砸过来，砸中了，我这个差一点，这个也没砸到。这个陀螺水平玩得炉火纯青的，看到一个美女啊，不过有个帅哥，有个男朋友啊。这边都是很多苍蝇的，这边有个美女，这边也是苍蝇。哎，二三。他们想吃草莓，要几个嘛？又有两个美女过去了，他说这个是天然的，我说这个明明是种的，怎么是天然的呢？他说是他们自己种的。OK，啊，没得嘞，不，再问问。Hello。他这里在踢足球啊，可能是球赛，还有广告牌，这边还有边裁。对面山坡上这个人比较多。草莓。老挝人很喜欢足球，他们这边没有篮球场，不打篮球的。哇，进球了！哇，他们太高兴了。但是我也是球迷哦，我喜欢看这个足球比赛。每年这个西甲呀，什么英超我都挺喜欢看的，欧冠。我上学的时候也踢球。这个对面这个在吃饭的兄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人。美女好多，但是不知道美女背后的故事。好多卖伞的，这个伞在非常是畅销品。这边有点游乐设施，这里还在搭棚，因为是第一天，这个人比较少啊。这个游戏就是用一个球投中上面三个杯子，要全部倒地才能拿到一个这个娃娃。我和阿贝在夜市玩过，很难投中，它可以投中，但是它最上面一个杯子是靠前的，那个是最多就是上面一个杯子掉地，基本上是。送钱给他了，当然这个也是娱乐啊，当然这个只是娱乐一下而已，也无所谓的。这边开碰碰车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巴西的叔叔在这里卖披萨的，打什么球？绣球啊，我们去看一下嘛。这边有个好大的场地，还没有人在这里玩。这里可能应该就是抛绣球的场地，就是所谓的苗族相亲啊，就是这里应该。但是现在今天第一天，完全没有人呢，太冷清了。而且今年川矿的苗族新年是分两个场地，做两场的，现在这一场，然后过一个多星期，还在另外一个场地有一场。所以肯定会分流一些人气，啊，他们要来玩这个射飞镖、射气球的游戏。它这个规则是这样子的：三根飞镖20000老币，射中一个就是一瓶饮料，随便挑。我喝，喂，开门红。
他还要磨一下这个飞镖头哦。哎，没中，哇，厉害！两瓶饮料，中了两发，轮到阿鳖了。我和阿鳖这夜市也经常玩这个游戏，我的啊一个了，我的技术也垫出来了，两个了，阿鳖的技术也垫出来了，哇，全中！轮到你傻了。丽莎可能玩不了，没有玩那么多。也中了一个，还换一个飞镖。两个，哇，两个也不错了。拿饮料，先拿饮料。他这个如果三发全中，就是基本上和零售在外面买的差不多，甚至还有便宜点。因为一瓶拉罐的百事可乐这边是8000老币，零售价最便宜，有的地方卖10000老币。如果三瓶就是3万老币，24000到3万。当然有的饮料也稍微便宜一点啊，然后他们的批发价也是要便宜一点。他们总体来说肯定是不会亏本的，就是全中了他们也有一点，比较少的利润。这个阿贝拿一瓶椰子汁，他这边没有贵点的饮料。可乐没有啊，那可能就是5000-6000老币一瓶的饮料。他们再玩一次，我要他们再玩一次。刚才是阿鳖胜利了，看看这一局，阿鳖没中。哦，两枪没中，中了一个，轮到你傻了。一个了，两个，哎，丽莎好厉害哦，两个，丽莎拿到两瓶饮料了，哎，露露中了一个，两个，哇，喂，三发全中，我来玩一把，我刚才玩了三发，我中了两个，刚才一共花费14万老币。这个是我们射中的饮料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只能改天再来。这边会场挂了好多的垃圾袋，呼吁大家注意环境保护。哇，这两个美女看踢足球看得入神了。他还不想回去哦。我们在路上看到有一车人来苗族新年会场的，哇，有几个美女蛮漂亮哦。他们是应该是租了个车过来。这边前面不远就是苗族新年会场了。哎，嘉宾，爹，天狼啊，天狼啊！没写哈比了。卡捞个套的，没人套了。卡。今天和明天应该是苗族新年最热闹的一天，这个停车场都停到马路边来了。我也把车停在路边，现在走路过去。停了摆的光。这边有汽车都停在这边了，走路过去的话，其实还稍微有点距离。这个摩托车不能从这边进去。现在大量的人，一车一车的人。来会场的，我买了一把伞啊，这两母女在卖伞，是小一点的5万老币，大一点的6万老币，我买了6万老币的。还有人爬到对面山顶上去了，这是对面的另外一条通道，这是一对情侣在谈恋爱。这个今天卖伞应该非常好卖哦。这个是收费上厕所，已经停了这么多车了，山上全部是人，今天没有球赛了。这是会场场地的前面的部分，那个上面打了太阳伞，那个上面还有一个大场地。这苗圃漂亮吗？现在还早啊，
大概早上9点多钟，也算是人山人海了。这边山上也是好多人呢。去年苗族新年会场出现了这个宰客的现象，一个游客吃饭吃了一点点，说是花了700多万老币，后来警察也介入了，今年应该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吧。这是老传统饮食竹筒饭。这个有男朋友了，发了几包，哇，这人山人海了。我感觉在这里泡绣球的大部分都是不漂亮的，都是些年纪大的，他们可能更加迫切的需要改变命运，找一个有钱人。我在会场停留了1个多小时，因为人太多了，而且很吵啊，也只能看个热闹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再见。